哇靠 ！Sting 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啊？哇，见面变好心哦，干他有认真在做哎，我本来以为看 Sting 就是在耍废过日子。Witches， 哇靠！不知道装到什么时候？冬季特卖，干！哇 ，Monster Hunter World 784哎，还不买起来？由机器人精灵精细挑选，根据你玩的游戏。哎，我要不要玩 Dark Souls？ 我不要先买，然后之后可以玩。不要瞎掰好吗？刺客教条起源呢？才405。哦哦哦哦哦！哇靠！哎，起源好像可以买一下哎，买一下起源。爱丽丝颠倒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益智游戏，这是益智解谜。怎么累合成这样？你要帮我下载可以，但是你给我一点平宽好不好？我觉得 Steam 最暴力的就是它的下载，它的下载真的他妈用超级多平宽的，感觉不错哎，先加一下。这是经营动物园的、哦。啊，动物园模拟器好像很棒哎！恐龙养腻了啦，羊羊，咦羊羊，不，哦不。怎么会这么贵啊？是你多打一点折扣好不好？哇，他要出雪地版 DLC 耶！我要加购物车，这超级可爱耶！现在就是冬特哦，而且它是很新的。哇，你看它12月17才出的 DLC 耶！我要买。超可爱，很可爱！我要买这个，我要买这个，我决定。谁都没有办法阻止我，不要吵！我刚刚已经有加入购物车了吧？我看一下我的购物车。哎，怎么看购物车啊？我购物车在哪里？哦，在这里。有！好，继续。我要看机器人精细挑选适合我的游戏。起源这么便宜，就没差吧？就买，就当收集游戏的游戏。哇，尼尔，你他妈的出了这么久，还敢卖1190啊？女人逛街是不看价格，会看啊，会看价格啊。哦，这个看起来头好晕啊，《古剑奇谭三》《细胞迷途》啊，这是那个吧？这雷亚出的吧？是不是？方块。逃脱解谜啊！哎，这跟那个什么什么湖很像哎。Life is change， 有，我有加购物车了。妈的，臭奥德赛 ！Final Fantasy 15。胡小姐，你是不是忘记你在 YT 的影片有一部是在忏悔乱买东西？我们来重新。我没有乱买啊，我会玩，我真的会玩，我没有乱买啊。真的啦，我真的会玩，只是不是现在玩而已，就以后啊。不是，这个看起来都是我购物车里面的，看起来都是我会玩游戏啊，你干嘛？哎，这个居然在特价。哎，那我要不要趁现在买啊？我最近一直想买，这不是也可以放在实况上用吗？啊，它有很多 DLC 耶，还有海洋系列。啊，他没有出组合包，哇靠，他太多了吧！哦，他有这种 Life 2D 系列，
啊，我要买。哎，靠腰哦，他没有出一个组合包，那我把一些我不要看起来太丑的移掉，这个很丑。兽人的可以留着吧，海洋生物，海洋生物不要好了，狼的好像可以留着。干，我主城市还没有加购物车哎，你不要急啦。有有有，主城市，加入购物车，他60%特价哎，60%特价哎，该买吧。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不是日系 RPG 吗？还是它不是日系 RPG？ 他做日系 RPG 风格，可是做的人是外国人，是这样子吗？哦，是这种啊？那这种我真的玩不玩？唯一能接受这种的只有炼金工坊系列。炼金才不会无聊嘞，炼金超好玩的。炼金工坊我已经买了，我已经在 PS4 特价的时候买了。可是我不是星战迷耶，所以他的剧情跟星战主线无关，跟啊什么 MU 发的什么无关。哎，小贵耶。啊，先收藏，先考虑，值得，好啦，哇，真是牛仔风格哎，复古，这好像还好，这个先不要。看，这感觉是很可怕的哎，这是什么系列啊？哇，消费音哎！这是老鹰系列，我再看一下，中国城系列，在这个一定要买啊，这个一定要买。那我加入购物车。中国城系列一定要买啊。好，那我直接加购物车。干，如果这样的话，那还是我整包加购物车啊，整包加购物车了啦，省这个干什么？才1242哎、欸！哦，买了啦。好啦，我补算是耶，碎啦！谢谢萨姆，买了。安装，好爽哦！收集游戏的游戏，啊，看一下下载的排程里。主播看到手的哪有啊？我刚刚可是把动物园 cancel 掉了，我没有买动物园，我买游乐园哦。哼，游戏买了还要玩，也太累了吧！超好笑。你敢不敢让我打开我的好友清单？我要解任务。嘿，你敢到我的线？你知道他刚拉我什么线吗？他刚拉我滑鼠线耶，什么不拉滑鼠线？你怎么那么皮？你知道他们昨天还做什么事情吗？他昨天直接把我那个放在柜子上的兵长的 PVC 直接踹下来，然后还把他的头给咬掉。你怎么可以这样？你怎么可以这样？啊？你怎么可以把兵长的头咬掉？你是玩具吗？不可以走。哈哈哈哈哈！